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宪荣。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礼拜四的盘中11:30为大家 live 来做播出，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如果投资朋友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尤其做多被套牢了，或者是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盘中免费 call in 专线0800-868-365 0800-868-365，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就我所学的，提供大家最专业也最及时的建议给您。好，那我们来看到台北股市大盘指数这个礼拜哈，一下子好，礼拜二是开高走低，那昨天啊开低却又拉高，今天早盘指数是个开高，一度涨了32点之后，目前又翻黑下来跌36点，哈，指数看起来今天要变开高走低，那这样指数一下子来这个一下子开高走低，一下子开低走高，来回震荡，到底大盘再来要怎么去分析，怎么去操作呢？如果投资朋友对指数的部分真的关心的话，都欢迎大家每天收盘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我会针对当天最新的一个价量结构的变化、筹码的一个动向、三大法人的进出，针对大盘指数的部分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盘后报告。那盘中的部分我还是叮咛大家，最重要要去观察的还是要去做好掌握结构，做好这个太弱则强的动作，因为在这个阶段都会叮咛，如果你要去赚到钱，你要看的不是说哎指数今天涨还是跌，你要看懂谁是强势股，谁是弱势股，而且去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那尤其到了9000多点的时候，一直叮咛大家，这里的操作难度非常高。所以哪些股票要站在卖方呢？好，第一个产业趋势如果持续在下滑，业绩持续在衰退的，再来股价相对弱势的，以及最重要技术面，万一有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现的这个部分，该出绝对还是要出，哈，免得就算指数只是这样来来回回做个震荡，你会发现，哎，好多股票就稀里哗啦跌下去了，为什么呢？好，这个部分就是提醒大家，真的买错弱势股，指数就算涨或是没有跌，一样会赔钱。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弱势股其实是可以早一步知道，预先来做避开的。当然我知道你会说，难就难在这里啊，就是不晓得谁是弱势股，哦，怎么样去避开啊。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需要宪荣老师来帮助你，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的弱势股我都不是现在才来跟大家说，事先在节目当中或是在我带我会员朋友操作，都已经先跟会员朋友做过提醒要去避开。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礼拜指数来来回回震荡的时候，有一档股票又持续的崩跌下去，又再度的不断跌停，谁呢？3662的一个这个乐声，今天股价再度跌停板，成交量145张，好，尾卖量5000多张，一堆人想卖，现在卖不到。然后呢，又看到这个这几天啊，这个因为乐声的一个这个赔钱的投资人呢，组成了一个自救会，现在呢，好，这当中啊，要求政府要出面来帮助他们。当然，针对这次在乐声上面遭到所谓的一个主力坑杀的一个受害者，我真的也蛮同情的。不过我必须说，如果在股票市场，你不能够好把你自己的功力提升上来，每次都只是听信报纸所说的一个消息，在那里做股票，那我会跟大家讲，这次被乐声坑杀，就算政府赔你钱好了，就算有人把钱这个你赔掉的给补回来，我告诉大家，你方法没有改变，你未来还是会被坑杀掉。为什么啊？做股票就是这样，永远啊，在股票市场里头，你要记得，人心是险恶的，只有三两三，不要上两三了。那为什么这么三说呢？好，其实你会看到，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功力提升上来，你会受到乐声的伤害吗？不会，因为你会看到，就像宪荣老师在节目当中，是现在才来跟大家讲乐声的一个不好吗？不是哦，除了说在6月1号、在7月26号，那是有观众朋友 call in 进来，那时候股价是在110几块，报纸消息来打开来说，第一个6月1号百尺竿头说要收购它，溢价128块，对不对？那7月26号是
我们的投审这个啊，投审会刚刚通过说，哎呀，这个乐声可以来收购了。但是你相信这些吗？你信了，你就买在高档被坑杀。可是当时你会看到，我不但叮咛大家，收购利多的背后有两大风险，更提醒大家小心大户其实是在利用这种利多到货给你，建议大家千万要避开。对不对？好，那不但在6月1号、7月26号，而建议大家要避开。到了上个礼拜10月4号的时候，又有观众朋友 call in 进来问乐声，对不对？那我是不是提醒大家？很多人觉得，哎呀，110几块跌到那时候剩下20几块了，很便宜了吧？富贵险中求嘛，这个一旦打开跌停抢进去，应该会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那我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乐声小心了，问题是越查越复杂。所以呢，如果万一你手上有乐声这档股票的，我还叮咛大家，请做最坏的打算，能够收回多少算多少。那千千万万不要怎样，不要再去摸底，不要去加码摊平，不要想要说富贵险中求。为什么叮咛？好，你会看到10月4号跟大家叮咛，10月5号，哎，真的打开跌停了。那报纸还写说，哇，有神秘大买盘进场，哎，很多人想说可以抢了吧？如果你去抢，那一天股价收盘收在27.2块，到今天继续的跌停，已经跌到多少？15.8块，不要讲110几块下来了。如果你在20几块去抢进，够低了吧？结果你发现，短短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的时间，你又赔掉了多少？赔掉了42%，100万可能又这个40几万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我再三叮咛大家，做股票哈，你要记得，第一个，地球是很危险的，股市更是尔虞我诈，只有3-2-3，不要上2-3，因为太多的一个主力，其实哈不止乐声啦。很多主力做股票用意在哪里？就是想要把每一个散户的其他人的钱变到他自己的口袋里来，对不对？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好，所以我说你需要把自己的功力提升上来，至少去看懂哎这个背后的大户到底意图在做什么，是不是已经有在出货了，是不是股价已经有转弱讯号出来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那如果你还做不到也没有关系啊，好，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宪龙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你会看到我带我会员做股票也是一样，低档有大户进货转强我们买，等到股价大涨上去，好，高档开始有利多了，高档大户开始出货了，我们也会带着会员朋友，哎，这地方见好就收。不止乐声，乐声我是从来没推荐过。那我们就讲我们操作过的股票，像群联220几块，我们看好，带着大家那时候有大户在进货低档转强讯号的时候，开始一路买进。那涨到6月24号那一天，我说群联从年初210.5块上涨上来，最近利多消息频传，股价却涨不动了，建议持股出清，获利入袋，对不对？这是当时的220几块的群联，一路的涨上来，涨到270块，我们全数出清。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时候公司和董事长一直跟大家讲 ，NAND Flash 缺货缺很凶，报价会涨，第三季业绩会很好。结果呢，哎，怎么背后都有看到大户在出货的动作呢？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哎，该获利出清，该获利入袋了，对不对？那后来居然就爆发了减掉，哎，这个调查群联是不是有做假账的一个事件，股价崩跌下去。你说是不是有人先知道先跑了？我不晓得，我知道这里从技术面上来看，真的有大户在出货，所以我会建议会员朋友270块出清。好，不止群联，好，包括明泰，当时16块，我们发现有大户在进货，股价开始转强，带着会员朋友买。那涨到8月9号的时候，那一天指数创新高，好，那我们提到，哎，最近公布上半年财报，有一些大户在出，趁着财报公布利多，高档出货的股票就要特别注意小心了。例如16块低档买进的明泰，好，今天公布了第二季 EPS 高达0.72，季增率高达多少？3倍。好，很多人看到哇 ，EPS 比上一季成长了3倍耶，哦，大幅度成长，股价也很强啊，创新高啊，跳进去买。结果呢，好，那一天我们特别提到，技术面来看，哎，也有大户在出货，也有转弱迹象出现，所以建议全数出清，获利入袋。好，这是当时的明泰。从16块买，16.5块加嘛，8月2号参加除息到23块以上，你会看全数来做出清，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会看到为什么
我说你需要加入宪荣老师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因为我们能够带着你在高档，不但在低档买进，高档有转弱讯号出来，就像明泰那时候23块以上，也会告诉你有大户出货了，好，该见好就收。就算没有卖到最高点，可是你看现在明泰跌到多少，剩下18块多，是不是就能够带你在这当中赚足真正大波段的利润？那如果说投资朋友现在你对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的，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 Coin 专线 Coin 进来。那现在内湖在线上有个内湖的曾妈妈，好，要 Coin 进来。喂，曾妈妈你好。嗨，高老师你好哈，你也才帮我看一下5443的君豪。好，来看一下哈，哎，这支股票哈，做设备面板设备保护哈，那这个部分我还记得啦哈。上个月也有投资朋友 call in 进来，那时候提到说，第一个哈，那君豪虽然说8月业绩表现不错，可是股价的部分呢，哈，在利多公布出来之后，已经开始有这个转弱的走势出现，建立反弹哈，是应该买的。那现在股价弹一弹，弹一弹哈，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如果说把月线再打出来，会看到那时候是股价先杀破月线，然后弹上来碰到月线，指数这两天是创新高拉回，它碰到月线，哇，又掉下来了。好，那掉下来这地方代表什么？看到指数其实目前有破月线吗？没有，哎，就在月线之上高档震荡，对不对啊？股价为什么会破月线？啊，业绩看起来也还好啊。啊，当然它是设备股，比较大起大落一点了。好，那这个部分我认为说在技术面上来看，也是已经有这种转弱的危机。那如果说在接下来再弹上去，哈，目前月线跟季线快要四个出现一个向下交叉走势，那股价在向下交叉出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弹回撤，弹上去月线季线过不了，我还是一样建议这种已经转弱的股票，最好呢能够汰弱择强，换股操作会比较适合一点。这是给曾妈妈的一个建议。好，那回来继续谈。谈到在这个阶段，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做股票，好，你在这个指数震荡的时候，都不要想说，哎呀，我等着指数涨涨涨，我的股票就一定会赚钱。不是啊，你会看到今年以来大盘涨了1000多点，你就能够真的赚到钱吗？很多人买错了，哦，这个年初买太阳能、买硕和，到现在硕和终于涨了，涨多少？好，几天涨了418块。可是年初是多少？700多块、600多块，对不对？很多人到现在还在等解套。那如果你抱着弱势股，你这么只会等等等等解套，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所以我说，真正的这个股票市场，你要成为赢家，你过去赔钱没有关系，要反败为胜，绝对不是抱着股票在那边等等等。重点你要去看懂你手上股票，如果是弱势股，要舍得卖；如果有转弱讯号，有大户在出货的讯号，那该出还是要出。然后呢，资金换到未来的一个强势股，这样才更有机会反败为胜回来。所以未来的强势股在哪里？当然我们已经都帮大家做好准备。好，第四季短中长期赚钱计划，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短线重点放在第三季季报，会有亮眼成绩的黑马再度叮咛。一样，你不要等到利多。见报报纸告诉你某某公司，哎呀，第三季 EPS 大幅度成长3成、5成、几倍的时候，你才跳进去买，那个股价都会有大户先知道，先买好，然后拉高上去，拉高上去，等利多见报，人家可能已经准备出货，你才去买，不就被出货了吗？你不就会买到高点吗？所以我说你需要预先来做卡位。当然你会说，啊，难就难在这里啊，就是不晓得谁在接下来第三季季报会有亮眼成绩啊。所以呢，到时候只能看报纸啊。所以我说，你为什么需要加入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因为你看，我们带会员做股票，绝对不是等到财报公布出来才带你去买嘛。就像去年第三季，我们推荐大家至今，是在至今公布财报大幅度成长的时候才去追吗？不是哦，是9月份就已经先预估好，好预估好第三季。季报会有亮眼成绩，重点是技术面也发现有大户在进货，低档转强了。为什么？因为做股票就是这样，一个利多公布出来之前，有没有人先知道？一定有嘛，对不对？写那则新闻的记者一定早一步先知道，对不对？那记者消息从哪里来？又从其他人那里来。那其他人先知道了，会不会先买好？会。然后甚至有实力的大户买完拉高上去，等到利多出来，是不是就等得出？那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如果你在当时
公布出来之前也看得懂有大户在军火赚强，你是不是更有机会去赚到钱？就像当时的智晶，我们在50几块、55块多就推荐大家，等到股价大涨上去，哦，第三季 EPS 从0.6跳到1.4的时候，股价已经从55大涨到90块以上，是不是光这段就赚了60%左右？啊，包括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明泰，不也是一样吗？我们16块就发现有大户在军火股价转强了。对不对？等到大涨上去，哇！8月2号除完息，就8月9号，股价已经涨到23块多，公布出来第二季 EPS 季增3倍，哇！大幅度成长，你要去追吗？我们的会员已经在这里赚饱饱，23块以上获利出清了。这就是我们在带会员做股票的方法，好，不断的带着会员朋友找到低档大户在进货，股价转强，未来会有利多的股票，要带着会员朋友预先卡位。那在接下来新的黑马当然已经帮大家做好准备，那中期的重点好记得放在投信第四季新认养的中小型股一样，你不要等到年底投信在大买的时候你才跳进去帮投信抬轿，你要去找投信刚刚开始进场认养的小型股、中小型股，就像启基，对不对？投信大买，买在这个地方90几块了，你才去追100块可能就套在高点了啊，赚有赚，或许也就有，但是赚不多。可是如果您在投信刚刚买的时候，这里就来做布局，就像我们当时73块9一样，不就能够去掌握到这样一个大波段的利润吗？那在接下来新的黑马这一档，好，我们所说的大户刚刚开始进货，低档转强的第四季投信认养的新黑马主力产品，好，美容保养品的部分，目前产能是达到满载的，公司也正在积极扩充产能，未来3年产能将大幅度成长，代表说订单很有可能都已经掌握在手上，再加上整个积极拓店，好，发展电子商务通路的带动之下，9月营收也创下了新高，今年的新高。股价的部分，法人刚刚开始进来，很有可能就像当时的奇迹一样，正要在第四季启动一个大波段的行情。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我们都欢迎大家记得，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我们已经帮大家定好第四季短中长期赚钱计划，想把握第四季赚钱机会的投资朋友，欢迎大家休息时间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成功投顾精明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询热线02-2752-5868，2752-5868。成功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52-5868，02-2752-5868，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成功投顾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功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投顾值得托付，您的02-2752-5868。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像是嗜睡、手脚无力、意识不清、持续呕吐、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好，指数目前在9200到9300之间高档震荡。再度叮咛大家，现在第四季，如果你想要在年底之前赚到钱，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那这个准备，叮咛大家记得一定要把你第一个手中的持股做好调整，产业趋势下滑，业绩在未来一年有衰退疑虑的公司，该出还是要出，免得到最后指数就算涨都有可能赚指数赔价差。那把资金换到未来最有爆发性的产业，在第四季卡好位赚饱一整年，掌握倍数利润绝对不是梦想，这样才能够帮助你掌握到未来真正能够去在股市里头赚到大钱的一个机会，反败为胜的机会。就像去年第四季，还记得当时我特别叮咛大家要小心避开瓶盖股，例如可成，那时候股价还有多少钱？还有340几块、350几块，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对不对？好，那去年第四季的可成还有300多块，我们跟大家提到过，那时候苹果拿出来这个新机是什么 ？iPhone 6S， 我们说 iPhone 6S 的销售续航力将远低于市场预期，甚至在今年就会出现首度年销售衰退的现象，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避开。结果后来发现，整个可成股价就从350一路的下杀，最低跌到200块。那最近稍微有点起色，反弹一下下，但是股价多少钱？249。去年第四季它在350，现在在240，跌了多少？100块不见。对不对？你会发现，如果抱着产业趋势下滑的股票，业绩在衰退的公司，股价的部分呢？指数就算在今年涨了1000多点，都有可能赔钱。可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第四季去掌握好未来一年真正有爆发性的产业，例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锁定电动车，锁定在汽车安全 ADS 跟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带动上来相关的零组件，以及智慧联网汽车的商机。那去年第四季我们推荐大家的是谁？是看到新黑马，留意4551的智深科，这是去年2015年11月对不对？跟大家讲，智深科主要生产汽车动力系统、主动式安全零组件等汽车产品，这个部分营收比重占了它60%。好，那里面包括像控制阀体应用在 ABS 刹车防锁死的一个系统 ，ESC 就循迹防滑系统是目前最夯的一个汽车零组件，这也是国内上市贵公司唯一在做生产循迹防滑系统的供应商，需求持续在成长。那另外应用在喷射引擎、涡轮增压系统的汽油高压泵浦的一个设备，需求更是倍数在增加。好，所以长线爆发力，我们深深期待它。那加上技术面有发现大户在进货了，成本多少都算给会员朋友看，对不对？所以趁着当时拉回，在大户成本60几块附近的时候，我们都建议会员朋友按照盘中指示做好布局。结果这一年下来，你看到，万一你还抱着可成，350。现在是240，100块不见，还要等解套，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当时跟着我在第四季卡好未来最有爆发力的产业里面最有竞争力的公司，例如可成，例如智深科，对不对？60几块到现在股价已经涨到150，涨到160了。真的第四季你卡好位赚饱一整年，掌握倍数利润不是梦想，关键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所以现在我们也持续在锁定什么？锁定我们所说未来这一年最有爆发性的产业，包括了新能源车、汽车安全、智慧车联网。那你说，可是大盘没有量啊？好，大盘没有量是因为说，在下个月初11月的时候，美国除了 FED 要开会，11月8号美国总统要大选，所以大家都会观望一下，观望气氛又出现了，对不对？可是呢，你去想一想，那就算这个不管美国总统谁当啦，或是 FED 就算升息啦，汽车安全配备、消费者买车要求要循迹防滑系统会变吗？不会嘛，对不对？要求要 AD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会变吗？不会嘛。美国前十大车商在2022年9月份全面要来这个安装所谓的自动紧急刹车系统，会变吗？也不会变。这个商机未来仍然是大幅度成长，对不对？包括新能源车，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新能源车仍然持续在大幅度成长。Tesla 的一个订单更是已经接到了30几万、40万辆，从去年的5万的销售量，今年年增率又有70%，到未来这个可能是呈现倍数成长，这些都不会变的情况之下，新的黑马我们已经持续在锁定。上个月推荐大家的时候在这里，股价创新高了，拉回来这都还要继续再买。
如果说投资朋友想把握，记得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为了要帮助大家掌握第四季赚钱的机会，好，这个第四季短中长期赚钱计划我们已经帮大家规划好，短线重点放在第三季季报预估会有亮眼成绩的黑马，记得不要等到利多见报才去买，事先要卡好位。中期重点放在法人第四季新认养的中小型股，长线重点啊锁定2017年最有爆发力的产业，真正有竞争力的好公司。第四季卡好位，赚饱一整年，掌握倍数利润绝对不是梦想。所以错过了去年的至今，错过了上一季的明泰，错过了启基，错过了智深科这些好股票的投资朋友，记得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想在年底之前帮大家自己赚钱的，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就跟我们服务人员来做联络，加入极品操盘团队，掌握年底之前赚钱最好的机会，好好把握。我们明天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极品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询热线02-2752-5868，2752-5868。晨通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52-5868，02-2752-5868。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成功保护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利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功保护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动行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晨通投顾值得托付，02-2752-5868。北都 HappyNet 超值优惠双享报，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平均月付最低只要399.3元，违约补偿最高2000元，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149台全数位频道，68台 HD 高画质频道，搭配新时代光纤标网，限时加码再送首月免费。第2到4个月搭配30枚，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第5个月。